沈春华，嗨，紧接下来这段节目很精彩，很精彩，怎么说？第一个人多，人多哦，声势壮大，特别为了要这个，这个慰劳一下我们英勇的三军将士哦，请到了12位的妙龄少女。妙龄少女哦，一提起妙龄少女，你兴趣特别浓厚。哎，这妙就是妙在这个妙龄少女了。哦，我们一块儿来欣赏。好，热情歌舞，热情歌舞，掌声鼓励来，谢谢各位。